来，你第一点，莫田雨正式端出禁区，但是还未能解围。金靖道这一跳太好了，哇！60分钟，神奇的换人，莫田雨刚才分超的破坏球呢，还是很快速的，角球开起来，头球在门前球进了，特写了，米兰达头球，让近距离把球传给扎哈维。而扎哈维的接应刚才也不是特别的，这边埃特连线了，2打3，特写拉，弧顶处又脚的射门，球进了，非常漂亮，特大的比分还是特写。远端看看百家俊，这球给的状态不错啊，左脚的传中，这个球解围的方向不太理想，打在了横梁上，跟进补射球进了，来自于金星玉的进球，主要是现在没有真正的中锋了，嗯，先看这球。 隆多来到罚球区，看看弹射增程，虽然扑了一下球，但是隆多这是一个，来看一看，前面给直接打了，漂亮，球进了，一脚精彩的上海绿地申花2-1领先，上半场，隆多助跑打门，球进，比赛进入到3，先把球交给高林，再分给塞尔纳斯，传过来打门，球进了，哇，闪电战！ 又是，朱明阳再交给阿布杜万利，调整传，可以，哎呦，乌龙球啊！这看，哎，朱明阳直接把球拦截上来，右小调整一下传，可以，哦，卡兰加，卡兰加，中场开场到现在为止失误挺多，看看这下传的不错，这下不错，看看进来，这是机会，有了，漂亮，有了，这球呢应该是穆里。 腰部的位置没有人顶，跟3中卫之间永远是把美琪露出来。另外一侧非常漂亮，看这一下选择把球传，有了，哎呦，再补射球进了，看到能传到，而且他会判断，是你即将面对的防守，没错，他会领着你。今天是不是我们说啊，就看看穆里奇能不能进一个。穆里奇，中华之间到了禁区里面，连续横打，进球！球啊，穆里奇啊，角球开起来。 哇！这脚投球一次，武汉中卫进球啊！这脚射门，脚球开起来，头球漂亮！阿纳托维奇甩头，我想想，看啊，奥斯卡将球罚进。嗯，跑到王刚那条线路上，不是，都以为王刚要走外线，是吧？哎哎，哎呦喂，这球没扫，直接捅你的防守三区。 给到张玉宁，哎，池忠国把球带出来，交给了伍思多，前场3打2啊，嗯，直接捅你的防守三区，给到张玉宁，可以扣，可以打了，哎，行，这球进了就行，嗯，哎，后点图雷，是机会。 终于啊，打入了一粒进球。董学生，这个球控一控，哎，来了啊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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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坎布，哎，给，不是这球的防守是怎么个情况呢？嗯。